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ET 财智 Talk。 过去几个月中港股市呢就是淡了很多，到这个位置好像开始没什么力了、嗯、大部分人都问哇，基金经理究竟是不是都玩够呢、嗯、或者赚了 50% 的话给我都获利了、嗯、后市怎么看呢？